学堂佳丽三千，他们都是像小妹妹一样，哥哥和妹妹的感觉。偶遇霸气网友，他为什么不叫我想嫁张子涵，为什么叫我想娶张子涵？宫花互动，素来为官，只在本期新推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，新推荐，今天的推荐人就是我。央视剧精彩，轻松全掌握，马上关注新推荐官方微博、微信，说出你的新年愿望，亮出你的犀利问题。张哲瀚的互动时间现在开始。网友雪儿摩羯提问：班书传奇里这么受女学生欢迎，有没有一种后宫佳丽三千的感觉？还好吧，我觉得魏婴可能也不太在意这些，我可能也不是很在意这些，他们都是像小妹妹一样，哥哥和妹妹的感觉，没有说后宫佳丽三千，好像形容的不是很恰当。网友我想娶张哲瀚提问：大家都说你和景甜拿错了剧本，你本人喜欢这样力大无穷不拘小节的妹子吗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妹子，我本身来说是一个比较热爱运动啊，就可能会照顾女生啊，就我觉得这种事情应该都是我来干的，我生活中也没有碰到过这种力大无穷的女生。对于这位粉丝的霸气网名，张哲瀚同学又会如何表示呢？他为什么不叫我想嫁张哲瀚，为什么叫我想娶张哲瀚，这样显得我好弱啊。网友黄丽丽丽提问：演艺圈新人辈出，对此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？压力我觉得还好吧，工作拍戏也挺忙的，也没时间想这些东西，我觉得做好自己就是最好的。平时都是怎么减压的？减压平时运动我觉得是最好的减压，然后有的时候和朋友一起打打游戏，我觉得也很开心。这位网友说：二哥说想开演唱会，如果梦想实现，你最想唱哪首歌？想唱的歌很多啊，平时就是一个麦霸，属于到了 KTV 就抱着话筒不放的那种，什么歌都喜欢唱。缘起缘散花开花败，谁痴心说等待，浪儿轻轻一拍，满出多少的意外。剧中的魏婴是汉代名将魏青的后人，请说出另外三个汉代名将。韩信、霍去病，还有我想一下，李广。风雨从容的故事来自于班固还是班超？来自于班超。如果这个像班叔这样倒追他的女孩会接受？没遇到过，所以不好说。《琅琊榜》中最喜欢哪个角色？特别喜欢吴哥饰演的梅长苏。小时候是熊孩子还是坏孩子？我觉得一半一半吧。上中学的时候哪门课成绩最好？文科都挺好的。最爱的运动项目是什么？打篮球，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《中韩梦之队》。春节准备怎么过？春节应该会在剧组过吧，而且我家人都会过来陪我。给喜欢你的海哲们拜个年。各位海哲们，新年快乐！祝你们新的一年里事事顺利，然后学业有成。微博网友哲瀚歪陈宇说：非常期待二哥的精彩表现，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，有很多地方都下雪了，希望二哥可以照顾好自己，永远支持你。魏少妇已经深入大家的心里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新的一年二哥的更多精彩敬请期待。亲人们要是去了，伤心归伤心，可是我们活着的人还是要该笑就笑，该乐就乐。其实他们一直都在我们身边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。他从来不曾离开过。可是阿轩，为什么我一直感觉不到你在我身边？花样百出的问题之后，我也要在新推荐跟您说再见了。当然了，魏少妇还会在电视剧频道接着陪您过年，千万别走开。我是张哲瀚，咱们下次见。梦回红楼一经典，因为那个时候会拿我去跟他对比，所以也会让很多人关注到我。新春佳节看姚娟，二啊，呆萌的角色更适合我一些。邓莎的呆萌新突破，我是邓莎，我在新推荐。